咧，自己啱啱去到嘅單位咧，轉咗紅燈。哦，咁仲要係趕時間嘅喎。
旅行嘅達人嚟嘅，一年去幾廿次旅行啊！就係全球俾去玩噶啦，好親切嚟噶，係啊，好似有錢嘅。搭邊間好？佢應該好熟嘅。但佢成套方法係 set 嘅喎，即係平都要。佢試過飛歐洲添啊，已經幾次咁樣飛喎。俄羅斯我又去邊個？英倫咯。成日去亞洲，去日本，去泰國，去得最多。佢只可以搭 Hong Kong Express，delay 咗成五個鐘啊！由晚機變咗凌晨機。直頭喺機場冇走喎，唔係 Hong Kong Express 用信息通知佢，叫佢遲啲去機場。哦。Yeah, well.